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郑老师，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褐色。褐色亦称棕色、咖啡色、红棕茶色等。褐色带给人安定、平静，同时又具有高级感。褐色是个个性冷静、思想偏向保守、拥有好脾气和自我价值观很强烈，很怕外来因素的介入而必须改变自己，但外表和处理事情的态度上却给人有一种很大的信赖感，对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划分得很清楚，所以容易给别人一种冷漠的倾向。不过因为你耿直的个性让人很信服你，不知不觉中支持你的伙伴会越来越多。褐色是处于红色和黄色之间的任何一种颜色。在开始之前，别忘了三宝，那就是点赞、订阅和点击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视频了。褐色也可称为棕色，它是秋天的颜色，但是它也是极难驾驭的颜色。我们先从简单的单品裙子开始，无论是长裙和短裙，我们都可以搭配棕青色，它绝对不会出错。褐色有偏黄和偏红两种，不同的肤色在选择褐色要多加留意，如果穿上会令肤色显暗沉的就不适合了。至于长裤，同色系，利用色彩相近搭配，也就是同颜色深浅不一的颜色组合。浅淡的大地色 Earth Tones， 低调又温暖，搭配白色清爽大方。穿褐色的连身裙有大自然气息和优雅的知性美，褐色底加黑色花纹设计，性感修身。哇哦，卡哇伊，非常浓的田园风。外套也有随性的洒脱美，秋冬褐色大衣有很强的氛围感，浓郁的棕褐色显得沉稳有力。褐色皮革腰带是衣柜必备，它为我们打造苗条腰线和显高的身材比例。市场里永远不缺很多经典皮革包包款式，从手提包、直筒包、背包、翻盖包等等来做复印搭配。除了黑色包包，褐色包包是我们的第二选择。出众的晚装不一定是黑色，这里展现出不同的褐色都能令穿着更显气质和展现迷人女人味。完美的布料搭配更会令你完美到底。深桃花心木色是属于偏红的褐色，而樱桃木色是浑厚的暖色调。欢迎到 Pinterest.com 的 Color 风水 Boss 版里，木元素大自然风景色彩版，这里收集了很多不同颜色组合供您参考。您也可以到 Pattern Curator 寻找您喜欢的组合。您有注意到吗？他们普遍都喜欢搭配宁静色或者是中性色，因为它们和谐而不突兀。让我们取经于名人衣柜，从而得到更多的启发。了解颜色将让您更显动人，更自信，更有魅力。我们下一个颜色见，拜拜。